来，这是咱这位听众朋友吼，伊迄种类伫下骹歇吼，即个部分呢，拢有即种许职业吼，职业拢安尼定点定点吼，而且伊迄揪起来吼，即个无讲真正常，因为歇啊拢安尼揪揪吼，所以即个爱小注意着，是毋是？因为你即用诶药啊吼，一定爱细字吼，即细长你是毋是有灌过？因为你讲用，那是用龙鳞菌来讲吼，加这个玉米素吼，这应该是无啥要紧吼，通常就是，但是爱注意者是这下骹许咱咧讲的灾许吼，子叶吼，子叶这所在呢，你许有疫病吼，所以这爱真细致吼，因为有一寡问题伫咧吼，所以可能你真爱注意吼。另外就是讲伊个许啊有，因为即阵这个。湿气较重啦吼，来讲有诶讲，你看你感觉吼，因为即摆南方天吼，咱常常讲诶，即南方天吼，南方天就是即个湿气较重吼，湿气较重诶时阵呢，伊着露水呐较袂干，是讲小可有去压着雨吼，尤其咱像鸡啊吼，即个若是去压着雨诶时阵呢，即个疫病吼也变即个部分着就容易来改即个产生吼，因为咱咧灌药啊，有时啊会小可迄个药啊小可呢。安尼硬差吼，比如讲你若用到类似像代克利这类的一个药啊吼，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，就会发生这款的这情形，然后所以可能咱伫这个防治上呢，咱好朋友爱少，来讲你咧用的这个药啊时阵爱注意吼，这个浓度啦吼，来讲咱咧甲灌吼，咱咧灌这个药啊呢，嘛无嘛有吼，算。爱小注意者，袂使伤过头重吼。有当时爱细重吼，咱看过哇，这病害足严重，所以咱灌真重啦吼。即个有当时啊，伫药啊伤过头重，伊就较容易吼。会安尼骂吼，有当时啊，就较容易出现即款的这问题伫咧吼。所以即个爱小注意着吼，即那是伫街啊吼，反正拄细重的时阵吼，即个咱那是有落雨啊，是虾米款吼，即拢爱真细致吼。所以有时啊，咱啊灌过头啊，你转药啊是讲许吼，已经有灌过啊吼。先灌一遍，并讲种类三缸了，咱来灌一遍这个疫病的这药啊，一般呢是用菌根菌吼，咱通常是用这个那用菌根菌一般用这伊得利的吼，伊得利啊是讲像这个伊得利吼，啊是讲像亚托敏吼，一般呢是用菌根菌是伊得利吼，这大概这习惯无啥共款，但是这个伊得利也好吼，啊是讲达美芬、亚托敏、麦达乐吼。甚至这个普巴克吼，这类呢，这拢是一个真适当的这个用药吼。尤其像这个普巴克呢，这足侪人咱咧用吼，通常就是讲你爱迄个稀释吼，这泡的这倍数一定爱足注意者吼。这个尽量吼，就是讲，像真侪吼，当时是。从这个血盘从阮要种吼，即有当时啊，就是用浅水吼，去甲捞过吼，即那是有尤其像咧种这个彩椒的时阵，但是西瓜一般是嫁接苗，咱是无必要安尼去做处理，但是这个长头的所在吼，这个疫病吼，尤其迄叶啊吼，你看迄黄叶迄种呢，即个也真细致啦吼，即有时啊，除了疫病以外吼，疫病吼咧。爱注意个一个真重要吼，即有可能即皮肤病吼、皮肤病呢，即嘛爱少注意着吼。即一般伊个即个叶啊吼，会安尼结结吼，咱是爱看吼。算今年吼，今年真济啦吼，真济有当时啊，刺猬也是讲即个红蜘蛛较严重吼，所以你爱看买啊，即那是叶啊有安尼吞吞吼，迄种色无讲介，无讲真清醒迄种叶吼，所以。这是不是有这红蜘蛛吼？叶后边呢，爱偏看买啊者吼，所以因为有一半丛啊，迄个叶啊，那从叶啊较臭大、较臭大滴、较鲜红的所在吼，这个应该是较鲜红的所在啊，较鲜红的所在有可能的叶啊较臭大小块吼啊，这种呢，这和红蜘蛛吼有真大的关系。有当时啊，咱像这个下骹。伫即个脏的下骹歇吼，就是讲伊会去哦，即个二能糖吼，二能糖去甲加吼，啊二能糖去甲加呢，所以你一寡即个糖油啊吼，即二能糖的即个油啊，你定爱烧啊烧倒嘞，因为有些空嘴就足容易吼，即个会黄歇吼，所以你即应该爱真细致吼，所以红蜘蛛吼，你定爱较紧呢。
啦，来甲伊做这方面红地毒啊，加着这个药病这个药啊，吼，这样对后边呢，随该做处理吼，这应该是啊，这长这种情形呢，这含红地毒做大结这关系吼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小心哦。这有当然啦吼，就是讲咱咧顾这个物件吼，伫今年通常，咱看到因为温度较悬吼，所以气味吼，加这个这个红地毒这种吼，咱讲的这二点叶螨吼，这种螨吼，这种呢，你一定爱真细致吼。细长咱咧装这药啊吼，比如讲你用蜜麦丁，你用这个叫避风宁吼，这类的这药啊呢。你讲哇，这红地毒严重啊，我加装较重嘞，唔免吼，这个比如讲像这个。咱用蜜麦丁1500倍，你甚至会当用就是照1500倍。从阮的习惯，阮甚至有时啊拢会泡干2000倍。但是呢，抓这水就抓有够淡哦，这可以做雾的安尼吼，做浊的吼，这药水量的这个真浊安尼吼。卖个药啊加重，其实咱就是抓有够淡，因为这种物件足惊水的吼，所以咱若是干安尼抓呢佮加一点啊药啊，伊这效果就较会好。啊，你若是讲抓较少水吼，这通常效果上呢，就较无通遐尼好吼。所以这个爱小注意着吼。啊，那总讲伫，因为这看较袂出来吼，有当时啊是叶啊管顶，啊是有看到安尼白白气疮这种吼，这有可能是含这气味有关。不过咱好朋友呢，这款呢这情形呢算应该是这个叶螨吼，这样地都会这危害吼。所以你一定爱做细致的吼，这个。因为这足容易钓到，吼，就是讲那天气小花，那较无落雨，哎，就真容易吼。那一段时间吼，比如讲你种的时阵无啥拄到落雨，大概这个红地毒都压起来吼。所以今年真侪这仔啊会定番种吼，种西瓜，尤其南部这些，这足侪拢种两遍的吼。为什么会安尼吼？这个通常就是讲。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吼，就是因为天气吼，天气这个上过头无水气吼，所以较打伤呢这个红地毒会加真严重吼，所以咱好朋友呢，伫这方面来讲吼，你一定爱真细致吼，伊落去了那去加吼，加呢你就看到伊迄个叶吼，迄个叶啊，就安尼吞吞吼，就是咱讲的吞吞，就是讲袂更生啦吼，叶啊，有当时啊会安尼 QQ 吼，甚至呢，这种红地毒加过吼，这上歹仔吼，因为伊较容易个产生伫一个叫做很容易发生吼，就是讲一寡即个银斑病毒吼，比如讲你也是许呢，这是真重要吼，这伫尤其西瓜吼，西瓜一个即危害呢，一般来讲吼，即个相当的即普遍吼，所以咱好朋友一定爱少来个即注意的吼，即大概伫咱即个栽培内底吼，尤其。那是设施内底，我那同款咯吼。你也是外口，当然嘛是吼。尤其那伫设施内底，拢无落着雨，因会更加严重吼。伫室外吼，伫咱外室啊，咱咧做的时阵这两下这个问题呢，即嘛咱必须要吼，真小心来改做着这方面的这防范吼。这当咱和平呢，小做者了解，所以你一定要较紧去改这处理吼。这个红地毒吼，这好像还蛮。严重的吼，所以地都的药啊吼，小做者这个防治吼，无伊遐安尼打打吼，然后就是讲这个肥吼，细长的时阵肥你唔通搁甲灌吼，先予伊这心脉有展开，要落去灌肥，唔是讲。真侪好朋友讲我甲灌落，伊心脉较会顶唔对吼，爱心脉顶较灌肥哦，这拄啊倒病哦，就是讲。灌落，伊袂，你若是去，伊拄要开筋，甲灌肥伤济，你去甲减着，当然就较无好势。所以咱就爱互伊心脉顶的时阵，你要落要灌肥，要灌你习惯要用的，无论即个许什么款吼，拢爱伫心脉有顶开了，咱才开始来灌。即个时阵，结果就是像即玉米素用即个吼，应该就无，就较无这部分的即个问题伫咧吼。即当好朋友，小做者了解吼，